可以。今天来讲的话，我们是采用 M 模式，然后我们的 ISO 值尽量调低一点，大概在100，这样子出来的人像品质会最好。那再来就是光圈的部分呢，我们大概会调到 5.0， 快本的速度大概是在1/125秒，这个出来的成像效果就很不错了。拍摄人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那个拍摄方式嘛。不但对摄影师非常有挑战性，对 model 本身的挑战性更大。可能很多 model 还没有经历过这种20-30支的这个单眼，对，同时对着他，他成为大家众所瞩目的主角，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相对变成说，那等于说这样拍摄的话，其实对整个摄影这个技术来讲是有增进的作用的。绝对是有的。我怎么算呢？你没有教我 pose， 是机密班跟摄影班合拍呢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学期中，那我希望让学生有一个实务的经验。那像这边，比如说 model 在第一次面对镜头来讲，他们会紧张吗？应该是多少都会，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 model。是。但是，一回生，两回熟嘛。在拍这个算是那个拍摄婚纱模式来讲，您觉得说在整个妆上，在整个新娘妆有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新娘妆会比较着重现场，那摄影妆它会比较着重平面的效果。对，所以相对变说，它整个像比方它的颜色或者彩妆来讲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别，譬如说眼影的颜色的色系部分、材质部分、摄影妆的部分，我们会选择是没有带亮粉亮质的东西，不带亮粉的东西。是，谢谢。